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今日是普世教会在慈悲禧年庆祝圣母的一个的庆日，就让我们聆听一下今日的一段的福音，是来自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27-29节。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说，怀过你的胎及你所啜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耶稣却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我们听完这段的福音，短短的福音里面，路加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像，就是圣母怀抱着小耶稣，用母乳来到喂养着他，一幅母子情深的一幅的图像。我们见到特别是今时今日在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提倡说用母乳来到养育我们自己的 BB 仔，一方面说可以使到这些 BB 仔在能够在身体里面很多的抵抗力，亦都说增加到和妈妈的那份的感情。我想相信真是这一幅的图像让我们看到耶稣和圣母之间的那份的关系。不过我们都知道耶稣亦都答应说不会将我们留下做孤儿，他都没有将圣母据为己有，就是我的，不过他将圣母亦都交给我们。特别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将圣母交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母亲。圣母就在这个这么痛苦的时刻里面生育了我们。耶稣他将圣母交给我们，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懂得去投奔他。看回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特别很多时从这个的新闻片段当中见到很多人因为战争的关系流离失所，成为孤儿，周围去做难民。我相信圣母都没有遗弃过他们。我们可以说得话，由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呢？圣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她的仔女。就好像我们的会祖仰望包斯高神父所说的，他是我们教友的座右，尽教之友。不过我相信圣母不单止是教友的座右，亦都是每一个人的座右。特别当我们需要到帮助的时候，圣母一定会帮我们。我想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想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话，看下这个就是你的妈妈。我想我们可以效法耶稣一样，将圣母去展示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特别那些流离失所被社会排斥的人，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天父的那份的慈悲，圣母的照顾。我们用我们所言所行，所以他们能够得到这份的关怀。我们怀着这份讲得天主的这份的慈悲，然后将圣母的这份的关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天主保佑。